知道这个钱是哪里来的吗？账户上你那个猪里面的那个钱。我太难了。十个叫人爆笑的塑料姐弟情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请各位看官老爷加个关注，点个赞吧。姐啊，跟他关系好不好？好好不好？好。那如果咱俩没有血缘关系，你会考虑嫁给我吗？嗯，不会。那你还我。哎，会。那你是喜欢我的才华呢，还是喜欢我的颜值呢？颜值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你有啥？别动手啊！我听他们说了，就是和姐姐相处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和姐姐成为好朋友。那咱俩现在是好朋友了吗？啊，是啊，好朋友了是吧？让我知道爱也罢，恨也罢，一切随他。于是忘也罢，哭也罢，都是空气。姐，我前两天给你买那个包收到了吗？喜欢吗？去收了。为啥呀？你不是特别喜欢那个包吗？我专门给你买的。货到付款啊，几个月给你。你自己说的，心意到了就行，钱不钱的无所谓。滚！你自己说的。滚！什么人呢？等你退钱。姐，我上个厕所。哎，姐，你这个盆是洗脸的？你啥意思啊？我还以为是洗脚的呢。你这香皂也是洗脸的？我操！你那个，我不要了。你这毛巾不是擦脚的吗？我操！你等我完事儿了。我不要了。你知不知道我这香皂和毛巾花多少钱买的？你给我赔。我给你赔啥？又不是我扔的。我的天哪！你要不说你要不用它们洗脚，我能扔吗？我有说我用它洗脚吗？我只是说我以为。我有说我用吗？草率了。我说我用吗？草率了。闻的老弟，你看他没发现，我打算再换几个。伸手就来呀！这次我打算换更多。这把是个胡子啊！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第五环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谁就出一百。来呀！石头剪刀布。哇，我赢了，亏我了啊！你明白？行，谁怕谁呀、啊？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啊，又是我赢了。哦，这是我全家，全部都押上。来，快点。来。下下肩膀。小宝贝儿，今天怎么这么早来接我呀？咱们今天还是去吃麻辣。好。姐，你咋来了？我不来，我哪知道什么是小宝贝儿啊？你来就来，你开你闺蜜的车干嘛呀？我不开我闺蜜车来，我哪知道什么是小宝贝儿啊？哎，今天你够出息的，人家兔子还不吃窝边草，你去我身边这俩草都快让你薅秃了。姐，那不是你身边那些闺蜜和你一样漂亮？得，别给我来一套啊！公平起见，赶紧去卖那点草，让我好两把。不是姐，他们都还小了、啊、我不嫌他们老，我还嫌他们小啊。大姐，如果你不用手碰，你把这个硬币弄下来，我请你吃大餐。这么不容易。好，你等着啊。二姐，现在我把这个硬币打湿的，先干干硬啊。如果你还是手不碰的，你把它弄下来，我请你吃大餐，外加一杯奶茶。真的？哪敢骗你啊，二姐。晚上喝多了。
不是大姐，我刚刚跟弟弟打。你别跟着我，输给男生就算了，你搬个手机居然输给全班的女生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我爹。姐，你难道就没有发现我已经把全班的女生的手都摸完了吗？深信等